今天要帮土豪大哥代抽啊，有没有看到两万点？应该是不会爆仓啦，849，还有51个空位。他是跟我说全部榨干啦，我确认一下，等一下。没事，主播你尽量抽20000够了，我想要那把龙闪弹，如果有中也帮我抽到能换那把龙闪。OK， 我们直接灌满。你看，我不到20秒的时间，20000块没了，直接变解码器。第一个，看一下 ，OK。第二抽，他刚说我保底没差嘛，那我就慢慢点啊，慢慢点，慢慢点。速抽没有用啊，速抽。跟你讲，我们之前就抽过速抽了。哎呦，300永久。哇，没事没事，不着急啊，我们慢慢抽啊，一定会出货，好不好？先离开一下，再回去继续。频率要自己创造啊！完了，看你啊！不会吧，100抽没了、欸，100抽下去就这些？继续抽啊，放胆去抽！我们有500抽的扣打、啊，追！闪电之怒，呜呼！天穹破晓，呜呼！哎呀，你看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东西？是不是？哎，我就说这一次的几率很好抽，就很高，很好中。真的啦，好抽，真的不唬烂。哎，又一把，谢谢。就说很好抽啊，是不是？就说很好抽。嘟嘟嘟嘟，给你们看这个几率。我都没有在跟抽、哦，我没有跟哦，我只是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没有连抽，就是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慢慢来。200抽两把，然后还有闪电之怒，等等等等等等 ，OK，No OK， 可是我300抽没中啊，要确定呢，300抽没中。这东西，你看，我就说很好出，我已经出三把了，老哥，这东西就很好出哦。灵魂交响曲，虽然说现在已经掉价了 ，OK， 就说很好抽，继续。啊，慢慢来，我们不要连抽，连抽真的是没料，好不好？记住，连抽没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有料。哎，新环，衰。哈哈，哎，完了，他要爆仓了，完了，完蛋，完了，抽不完了，再继续抽到永久抽不完了，没有跟他拿二次密码、啊，我看一下他有没有给，白痴哦，要抽到爆仓了。
剩三抽，完了剩两格。老塞，剩两格抽不完啦！哎呦，好啦，完了剩一格了，要爆了。单抽出奇迹，哦，完了，0123 OK。算了，放弃放弃。以后找我代抽的啊，记得都要附一下那个你们的二次密码、啊。就如果你很容易爆仓的话，今天来帮昨天那个土豪大哥继续抽完昨天没有抽完的，看一下啊、哦，他还没有清，我要帮他清一下。分解，好啦，应该够了、啊，看一下。哦，多了50几个空位出来，该抽继续抽。不用看那个，不用看频率啊，自己创造。等等等，音效打开，开抽。啊得得得得，新幻跟圣彩，哎、欸、没中，哎、欸、紫框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哎、欸，谢谢，就是这么好出货啊，各位，才刚上来抽个30抽、40抽，就是这么好出货啊，我这个运气可不是盖的，再来，白虎。抽，你看我用这支账号的500抽给你们看，这个几率是相当的高啊，相当的高。钢琴，我刚刚也没有什么跟抽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随便抽就出了，好就出了。后台后台。可是你账号没有那么好出货，我也是两单就出了、啊，还好吧？我觉得算几率很高了呢，没有保底都好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保底都好，你两单出也算不错了。哦，最后一抽了，最后一抽了，各位，哦，没了，好，随便抽一抽而已啊。我们这500抽呢，出了一，然后二、三、四，哦，总共4把的天穹破晓瑞，然后基本上都是连，就是没有什么在跟抽啦，就是点点点，平均就是100多抽一把，两单一定会有一把。好，接下来开他的这个碎片箱，目前145。靠腰他是没有在解，是不是啊？他没有在解的话，感觉开不太到哎、欸。OK， 看一下，主播真好，每天都能代抽，写的感啊！这个就是同一个人没会有第二次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二次密码，因为他爆仓了。然后会有这一次，是因为上一次知道密码之后啊，那个500个抽完史诗碎片不够，所以他又在补。又再补100个，这支账号抽了3次啊！他的目标就是要那个保底金柱黑龙，所以有没有中都没差了，就是要那个碎片而已。当然能多出一把，那肯定是更好。就慢慢抽，慢慢抽。嗯，暴君。
帮你抽第五把。我希望哦，希望。现在这种时间，对不对？死人时间，也就只有我们在抽了，只剩我在抽啦，没有人在抽啦。看能不能赛到啊，当个赛狗。好像今天不太适合抽解码器呢，我们抽了60个，然后只出了暴君跟圣彩，感觉不太妙。哦，血级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出血级啊，狗神新换，哇，100抽没有，没中。没中，没中，狙狙，可惜，直接开。哇靠！我还开到90个，这太赚了吧？哎、欸，这100很赚哎、欸，削、欸，开到90个哎、欸，直接帮你买了，每一张都帮你截图啊。啊，截好截满，给你做纪念。啊，来吧来吧，终神登录喽，嘿嘿、啊，我看到了，真的、哦哎，我就点随便点喽，一单14哦，好恐怖的感觉哦，那、啊、有中就有啊，没中就是4000块丢水沟、啊，都是空的哦，都是空的哦，不分解祭品之力，祭品，哎、欸、那个什么，对对对，这个他都没有用，对对，还这些都没用，这些都没用，黑色黑曼巴，哦，是是是，分分分，这些都给他放进去哦。我靠！他等下哭。啊，火炎之怒给他留着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全部都丢。哦，那个全部丢，全部丢。你硬要。OK OK、欸。哦哦哦，全部丢，全部丢。OK， 全放满了。龙王，你硬要啊！啊，走走走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中险怎么可能分？中险分掉那些价值一万呢、欸？一万多。哎、欸，中了，两把圣彩，四手霸王，挣90。中险，给你一点参与感哦，你说抽我就抽、哦。抽抽抽抽抽！好，抽抽抽！他刚喊了很多抽哦，那等一下要连抽了，那就是等一下再玩。文，我靠！赞赞，还抽赞！赞赞赞！对对，赞赞，他说很多抽，再来再来。你硬要，你硬要！快了，现在没有人在跟中贤抢了，自己来自己来。哦，圣皇 CV， 圣皇 CV， 完了。中贤，走吧，走吧。中贤，你还有一半的机会，一半的机会，来，再冲，再抽，再抽。来哭啊哭啊哭啊哭哭就是抽，抽了60抽了，完了4000块，完了，哦抽抽抽，好好抽抽抽，然后下去零，可以啦可以，你会中啦，中险你会中、嗯、你会中，要相信你，你要确定，啊你要说抽啊，抽啊抽，所以。啊，中险，这是你自己、啊、你自己害的哦！我靠，你喊的，有机会还有机会，还是一抽一抽来，快点快点，有能不能捡精华就靠这波了。中险，要不要一抽一抽？哦、还是一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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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单抽出几击？单抽出几击？哦零，哎、欸、中险红色，刚刚都是金色，现在冒一个红色。我靠！有机会了，中贤，下一个是紫色，下一个是紫色。完了啦，中贤。颜、哦、色很接近了，颜色很接近了。快要丢水沟了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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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啦，不会丢水沟。这都是值得的，这都是值得的。以这个月亮神之手。不是哦，他改过频率、哦。我觉得中贤，我觉得中贤现在抽完了，我是不是出一单下去，我感觉下去了。你要啊！你要啊！什么？你要、啊？哦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先。哎、欸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水水水，周显，水，水，周显，水。有了，我靠！单抽，单抽，有了，特殊奇迹哦！水。啊哟！截图，截图。水水水，有有有，截图，截图，截图。周显，快快，有嘞！有了，周显，周显，水。好了，那剩下可以摆着，剩下摆着。啊，没有，赶快继续抽，继续抽。上面很冷啊，赶快下来哦。啊，剩下有啦，你看就会中了。最后的10抽，单抽中，15抽，
单抽。中显睡啦，中显可以下来了，天台很冷。中显重点是怎样的啊？单抽呢，还不是十抽中呢？单抽哎、欸。所以打中线，对啊，他单抽中啊！你刚刚是不是以为没机会了？对啊，我以为没机会了。我跟你讲，他已经站到天台上面了。好，我看一百五四零，看一下。对啊，海上，你把他那个新的手枪放在你那个分解那边展示。上开算多了吧？6.7，开了6.7算普通。600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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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00,